照片，看是不是很可爱。小黎，你爸爸今天会来参加毕业典礼吗？他有答应说要来啊，可是都已经要9点了，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忙什么。那我们先进去了，你在这等一下。可是我要跟你们一起进去啊，因为等一下我要代表毕业生上台致辞。对哦，今天也是最佳女主角哎。对啊。你们就别挖苦我了啦。好了好了，那我们先进去了，你赶快进来。好，你们先忙。好，走。对不起啦，爸爸今天公司发生严重的事情，来不及去参加你的毕业典礼，你不要生气啊。没差啊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，我想应该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你不要用这种方式跟我讲话，我一定想办法补偿你。补偿？你要怎么补偿？高中毕业典礼有第二次吗？从我国小到高中，你哪次有参加过我的毕业典礼？就说妈妈她住加护病房的时候，都在工作啊，都没有空，到底在忙什么？我现在在公司负责的东西很重要，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，损失会很大。一时之间，我也没办法跟你说清楚。没办法说清楚是不是？那你就不要说啦。怎么样了，庄？我这边没有问题啊，再给我5分钟就搞定了。今天要检修的地方很多，动作加快，不然天黑来不及了啊。哦，知道了。喂，谢志强先生吗？我是。你女儿刚才发生车祸，目前送到大千医院急救，你赶快过来啊。车祸？我忙过来。阿果。我女儿发生车祸了，我现在过去，这里交给你了，跟公司汇报一下。哦，主任，你自己小心点啊。不好意思，量一下血压哦。帮小黎量一下血压。啊，麻烦你了。爸爸帮你买了好吃的蛋糕，我去帮你拿。谢谢爸。小林，这段期间都是你的爸爸在照顾你，一个做爸爸的能做到这样细心真的不简单，尤其是你上次还没脱离危险期时，他几乎都没有睡觉。血压12085正常哦。谢谢。不会。药一定要按时吃哦。好吃的蛋糕来呀，来，坐起来。谢谢爸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你呀、啊，这一次车祸之后啊，我才发现啊，你是我生命里面最重要的。我跟公司请了长假，等你好一点之后，我带你出国玩。你说的哦，要带我出去玩哦。对了，对对，我说的，赶快吃。那你要先带我去国内旅游。哦，好。爸爸最好了。好好吃哦。小林啊，这里就是我们苗栗的后龙啊，这一整排的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啊，就是所谓的再生能源，也就是绿色能源。好壮观哦。那我们苗栗总共有几座风力发电机啊？目前苗栗县总共有装置66座大型的风力发电机组，年发电量约有160万千瓦，在台湾算得上是很有绩效的县市。那架设这么多风力发电机有什么好处啊？我们台湾四面环海，电力能源有限，为了国家的永续发展啊，如何利用再生能源是很重要的课题哦。你现在看到的这些风力发电就是其中之一。那什么是再生能源啊？再生能源就是
取之不尽的天然资源，而且在过程中不会产生任何的污染，如太阳能、风力能、地热能、水力能、潮汐能、生殖能等，都是靠转化自然界的能量成为能源，而且在短时间之内哦，可以成为再生的能源，就叫再生能源。哦，那目前我们推广的再生能源有达到什么成果吗？在政府缜密规划的推广之下，目前全台湾总共有345座大型的风力发电机组，年发电量一年约可以提供400,000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，对台湾的经济跟民生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。老爸，那听你这么说，那现在我们为了要让台湾不缺电，那推广再生能源真的是太重要了。你说对了。还有啊，苗栗县政府呢也在积极的配合推广太阳能光电装置，是执行成效卓越的标杆县市哦。这一个计划是采取逐步扩大，先屋顶后地面的方式推广，鼓励民众参与，民众在无需负担设置成本，只需提供屋顶，再由太阳光电能源技术服务业负责建置太阳光电发电系统，跟后续的营运跟维护，取得售电的收入。老百姓只要提供屋顶，不用负担任何费用，这么好哦？不但不用负担成本，民众还可以依合约收取租金，或分享售电的利润，造成双赢的局面。本计划规划于2030年推广太阳光电发电系统，设置容量达到6200万瓦。目标是能够建立我国太阳光电设置应用完善的环境，积极推动太阳光电发电系统。如果这个计划如期完成的话，台湾将可以成为国际上绿色无污染的典范区域。哇，听起来好棒哦！那目前我们苗栗县推广的再生能源成效成果哪些啊？根据106年6月的统计资料显示，这个苗栗县的再生能源总装置量总共有227213千瓦，其中太阳能光电占4.8%，但是风力发电却占了60%哦，在台湾来说算是成效很高的。那不错哎。还有，苗栗县政府为了起带头的作用，目前在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屋顶上已经全面装置了太阳能发电系统。另外，苗栗县的太阳能发电量跟趸豆价都优于北部其他县市，相信在县政府积极的推广之下，一定会有非常好的绩效。哎，老爸，那你以后休假的时候一定要常带我出去玩哦。除了带我去其他苗栗更多好玩的地方之外呢，也可以让我了解老爸你平常工作的时候有多辛苦。苗栗，阳光永续，爱护地球，你我精力，苗栗一起跑。